疫情期间保持社交距离，注意消毒，手莫乱摸，大概是每一位家长拢会提醒囡仔事项，但也可能因此减少了甲人互动、肢体运动的机会，造成前庭觉、本体觉刺激不足，而后囡仔产生社交发展迟缓。我们可以对照那个儿童健康手册的发展里程碑，如果发现孩子是在有发展警讯体跟不上的话，我们就是要立刻的寻求医疗的帮助。那如果孩子是因为发展迟缓来转接到职能治疗的话，职能治疗师会特别关注在玩的这件事，因为借由好好的玩，孩子可以发展出他的身体协调性，还有情绪的成熟度，还有跟别人互动的社交技巧，那还有一些可以有自信的去跟新环境或新事物去做探索尝试。这位在疫情期间出世三岁半的王小妹妹，经过新台北福建部职能治疗师杨秀琴为王小妹妹设计各种互动课程、口语表达以及团体治疗，现在小妹妹社交表现已经有大大进步。职能治疗师杨秀琴表示，儿童的脑波扩散性真大，尽管经历巨大变异，也是会当做一寡对因有助益的代志，亲像是持续提供各种环境刺激，陪伴因做伙佚佗，为因念故事，拢会当改变囡仔未来发展。但是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